皇上，星象所示，有不祥之子欲降南路，此子将动摇机势江山，危害世间。此子将降在宫中，乃是皇子。此子无知无感，虽能触到万物，却不知万物软硬冷热；虽能识辨真修，却不知其中酸甜苦辣；虽能见百花繁华，却不分梅兰菊之香。是否有法可解？杀之！母子皆除，不留后患。既是王朝，不能有如此不祥。朕也不能做一个杀子自保的皇帝，朕的儿子活下来的，也不能背负此等猜测。皇上，切不可因心慈而留下隐患。下去。南陆国景熙三年，国师暴毙，自此流传皇子中有一个祸国的妖孽，他是个无知无感的怪物。这次又要招什么同伙啊？等，就他们俩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。林池，你都招了多少次了？每次按你说的去找，都白跑一趟。狗哥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那我还能谁都告诉我？我这不是想留给你狗哥吗？真的？还不是因为你平时对我最好，把这功劳留给你吗？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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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只能告诉你啊，你可千万别说。他们现在人呢，就在这儿。狗哥，狗哥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狗哥对不住了啊。欺压百姓被姑奶奶教训了，敢污蔑我欺诈，气死我了，关了我几天臭死了。还好姑奶奶东西一个都没少。走了，狗哥再会。不是说好备车在这接应吗？是不是这人呢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追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追！总算来了！追！别跑！把门打开！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咦！哎！快快快快！干嘛停啊，师傅？你。
你是……哎，公子，救命啊！小女子被人绑架了，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有幸碰到公子马车路过，还望公子搭救，小女子定当……怎么会？等会，放开我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上面可是有人的，你要是敢伤我半分，相信我！味道。怎么还没出来呀？别着急，一个小小衙门的牢房都逃不出来，还配做我庄臣的徒弟吗？呸！每次遇到达官显贵的，你这个做师傅的只会眼看着他被抓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失手呢？再怎么说，你们两个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的喂拉扯长大的。来人啊！快！有一女贼刚刚逃狱，只看到有辆马车疾驰而过，不知是不是上了那马车逃了。快追！我问了你多少遍，到底前门还是后门？你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？别气，好歹你师妹不是已经逃出去了吗？想必无碍。无碍？那她现在人在何处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你什么你？是哪儿啊？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儿？坏了，味道。定是被那个淫贼给绑了。凌迟姑娘醒了，我叫凌化，来伺候您洗漱更衣。等会儿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凌迟啊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不就是一个名字吗？坏了，真是得罪过的。是这样啊，我欠你们府上多少银子啊？你告诉我，我肯定把钱还给你们。我现在虽然随身没带，但是我存了可多银子了。别着急，我这就给你们去取啊。姑娘说什么呢？这里是吴墨山庄，今后我们几个都任凭姑娘差遣，姑娘想要什么尽管跟我说，哪里需要什么银子呢？吴墨山庄今后什么意思啊？姑娘别担心，我们定会好好伺候姑娘的。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我要是做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了，那也有可能是误会，是吧？人和人之间难免都有误会。别！哎，姑娘，凌化是吧？今日多受你们照顾了。你们主人是谁啊？告诉我，我去道个谢，然后就不打扰了。姑娘说笑了，今后姑娘在我们山庄就是主人一样，怎么能说得上是打扰呢？更别说是道谢了。
你说我在这儿就如同主人一样，那我想出去就可以出去逛逛。当然，请便。怎么这么痛快？莫非真碰到人傻钱多的主了？那可不能空手回去啊，先出去探探路也好。你们这儿可真够气派的呀，这么大家业，要是少点什么东西应该很难发现吧。五墨山庄少有人来往的，怎么会少东西呢？你们这门口连个守卫的都没有，不怕遭贼啊？有守卫啊，我便是守卫。哦，还有那个林叔，一会儿你便能见到了。让一个小姑娘当守卫，看来只要查看一下外面的状况，便不能溜走。林姑娘，您就尽情的逛吧。我们这个院子修得特别好，就比如那棵树。您看见了吗？树是不是盛开的特别茂盛？先上去观察下情况。那可是我们家公子特意找人过来修的，漂亮吧？哎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快！哎，林姑娘，您干嘛呢？我上去看看风景。不是，您快下来，危险！下来干什么呀？那你等着我。幸亏我们公子在，不然就摔着了。是你？你不就是马车上的淫贼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莫倾城。哼，我管你叫什么呀？你是干嘛的？叫我干嘛？哎，干嘛呀？啊，我问你话呢，干什么？哥，你到底是干嘛的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改还不行吗？改不了，也不许改。你干嘛呀？哎，喂！他又要掀我胳膊，别谢怼了，我不提了。您的包子拿好啊！哎，婉儿，包子热的，赶快吃吧啊！你高兴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咱们把最近得罪过的人就全都得罪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查到小池的下落。哎呀，无妨，好歹咱们弄了点银子不是吗？这找人就更方便了。你是不是背着我？让小池帮你干了什么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仇家？没有没有，你看我跟看什么似的，我倒是想呢。真没有？那衙门的差役告诉我，小池上了一架有钱人的马车。咱们认识的有钱人除了仇家，还能有谁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哎，你能不能先把银子还给我呀？那包子还是我出的钱呢。包子还你。哎呀，你真是有意思。让开让开让开。
干嘛？是庄前辈吧？师傅，林池，你师傅来看你吗？哎，傻托儿，愣着干什么呀？师傅都不认识了。嗯，你看我这个徒儿啊，我从小到大把他养起来，整天提心吊胆的。你看看他见了我以后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傻？你看看他一点礼貌都……嗯，他们把你请过来的。嗯，我没说我有师傅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嗯，庄前辈啊，您看林姑娘安好，大可放心了吧？哎。放心放心，你看我一看你们这么有钱，别说他在这儿待一阵子了，他待一辈子我都放心呐。什么？啊？我还可以再来吗？那是自然，前辈既然是林姑娘的师父，自然也是我们吴墨山庄的上宾，只要姑娘愿意，前辈随时可以来探望。啊，愿意愿意，他愿意愿意。好好，这个好。好什么？啊？公子，以后啊，我就把我的徒儿托付给你了啊。这个，他要是跑了，你可不能来找我哦。那行，我先回去了。师傅，那个，我送送他。公子，师傅，不必跟了，他不会带走他的。看什么呢？刚才问你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什么？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？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们就什么都知道。哎呀，也许人家是真心想留你嘛。哎，有钱人自然有有钱人的办法，是不是？不行，这家人惹不起，赶紧带我走。哎，孩子，你看这宅子呀，太有钱了，他肯定不是做正经生意来的。嗯嗯，所以啊，不让他们图点民脂民膏，太可惜了。老规矩，三天，你在这儿再享三天的福，然后咱们远走高飞。三天？嗯嗯。你是不知道这个莫清晨他就是个失心疯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的。他打你了？没有，但是他不给你饭吃吗？也不是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他总摸我。摸摸。这儿。你说，你如果嫁给他，你能分多少财产呢？师傅，你干什么干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跟你师姐一样，你欺师灭祖的。我师姐呢？师姐，你师姐，你师姐吗？我哪知道？忙着呢呗，不知道。忙什么忙？干嘛干嘛？你就怕他到时候分你卖我的银子？这是银子，我你干什么？我师姐，我想找我师姐。哎，别哭啊！我现在没哭，在这里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。哎呀，哭在这里出不去。别哭，不哭了。我的妹妹还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在哪儿啊？别哭了啊！妹妹呀，在哪里受苦呢？你给我回来！我就知道你是装的，三千，多捞点儿。我去，你给我回来！干嘛？秀一秀。哦。就是茶叶的味儿啊。
嗅觉惊心急，果然。这是平时我常喝的。是，御赐的碧螺春，公子每日所用都是它。此人为何如此怪异？莫不是想用这些美食和茶叶，将我腌入味了，再炼成什么不老仙丹？尝一尝。哦。极品好茶，居然就是这个味儿啊！再品品。如此苦涩，我竟每日被你们喂这样的东西。不是，公子。公子，您尝出来了。住口。嗯，他也没喝呀，而且也没觉得这茶比别的茶苦啊。公子，外面下雪了，您冷不冷？冷不冷？又干嘛？臭师傅，三天，我都疯了！哎，这把我凌迟当什么了？嗯，我还走不掉了。我今天跟你们拼了！我。哎，来了。来的正好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姑娘尽管问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对不住了，先委屈一下，只要我能出去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。好，姑娘您放心，只要您不伤害到自己就行。少废话，外面的人给我停下！林化现在在我手里，今天林化和我只能留一个。李姑娘，你这是干嘛呢？不严肃点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警告你啊，别过来。我好害怕呀！林姑娘说了，我要是不放她出去，她就要杀了我。天哪，吓死我了！你害怕？你听见没有？你赶紧的，放我走！你信不信我？哎，小心小心，千万别误伤。你剪刀往这指，刺进去都没关系。啊？刘焕，别闹了，过
少废话。过来。哎呀，公子，我下手没轻重，怕误伤了姑娘，就让她再玩会儿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？谁要你们跟我玩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给我听好了啊，我今天必须要出去，要不然我，信不信我死给你们看？我啊！书中只言茶香提神，可有了味觉，却只知其中苦涩。不要也罢。我又不知冷热，何故还要盖着面被？挺知冷知热的，也不像是有意要折磨我呀，整天拉着我的手，又不敢越雷池，又不敢放我走，到底想干嘛呀？总觉得像是对我有什么需求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干嘛？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别这样！你想干嘛呀？有话好好说嘛！你这……这难道是我拽的？哎呀，我当没看见。不闹了。你们富家公子身上哪来这么些疤呀？您又是不小心。哦。睡吧。睡什么？还想被切胳膊？这就睡了。别吵。果然暖和。暖和。
和，暖和。他是不是在通过我感受什么？如此苦涩，我竟每日被你们喂这样的东西。公子，您尝出来了。住口！你这……哎，他是没有感觉的怪物。哟，总捕头，我们可都听说了，您抓了十三案大盗，您真是智勇双全啊！咱们总捕头自然厉害。那是。哎，总捕头回来了，外面有位漂亮姑娘找您。姑娘？是。你竟敢到这里来，他们为何没有缉拿你？那通缉令上，如何画得出师姐我的花容月貌呀？也好，你自行投案，我会替你求大人，开恩从宽。哎，我们一同长大，你却从不觉得我们是被冤枉的吗？若是被冤，官府自然会主持公道，你们又何须逃？果然是留情不忍。束手就擒吧，我不想伤你。临池有难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在意他的。他不是被衙门羁押了吗？衙门的监牢怎么能关得住他呀？不知悔改。临池，他现在被关在郊外的吴魔山庄里。杜若，我只求你这一次，把他救出来。吴魔山庄，我为何要帮你？你不过是一个逃犯，凌迟也是逃犯呀，抓他不是你的职责所在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可是你也逃不了。师弟，今日你就放了我好不好？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礼。两位大哥，歇会抬进来吧。总捕头，师傅，啊，被我打晕了。这老骗子，骗了几十年，骗遍了大江南北，有了他你就立了大功，又何必非要计较我这个小贼呢？不行。有罪就是有罪，怎能如此交换？我就知道你会如此。不过，你今日还真抓不了我。为何？因为，如果你非要抓我，我就喊非礼啊，非礼！住嘴！就算你想污蔑我，也没有人会相信的。是吗？那，如果我衣衫不整呢？住手！好，我答应你。下次让我碰到你，我定不饶你。师弟，那就看你的喽。交给你了。不用客气。不孝的徒儿，你欺师灭祖！杜若，快替我拿下他！替我拿下他！杜若，快！
莫倾城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他是个怪物。不行，我得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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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。玉，能在城郊数里外建起这么大的庄园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宗捕头，这地方不善。是啊，不过区区一个逃狱的小骗子，您何必主动请缨，亲自捉拿？不管是什么人，只要包庇逃犯，我等都该清查归案。怪了，今日为何不见梨花跟着呀？也没个人拦着我，这么顺利吗？我先走了再说。开门！我等乃大理寺捕快，前来捉拿逃犯林池，快开门！开门！杜若。开门！别人还好，他这个顽固不化的木头，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林姑娘，啊，我可不是逃犯啊！你们这儿是不是还有别人叫凌迟的？凌叔，是。凌迟，师从庄臣。师姐秋婉三人皆被官府通缉，一年内行骗十余起，或假扮豪绅遗珠勒索封口，或佯装伤病又附户上钩敲诈，三人配合作案，偶尔出千盗窃。你们为何有我的底细？这些都是得罪了豪绅，得冤枉的。既是冤枉，送到官府申冤便是，就交给门口这位如何？开门，快开门！留下还是坐牢都在你。留下。凌叔，是。快点，开门，快开门。吴莫山庄并无逃犯，不用劳烦官爷，请回吧。我等在大理寺当差，特来搜查逃犯林迟，还请贵府。吴莫山庄乃圣上特赦之地，三省六部皆无权入府搜查，大理寺也不例外。官爷既然会带人前来，想必是没有向你们大理寺卿禀告清楚吧？怎么，还不走？官爷若执意胡搅蛮缠，大可强行入府搜查。不过，这罔顾朝廷特赦的后果，您能承担？您身后的这些弟兄，可愿一同承担啊？宗捕头，要不还是先回去回禀一下大人吧。这次是我没有查探清楚。可逃犯终究不能不管，待我禀明了大人，定会再来拜访。请吧。走。竟连杜若都没能进门，看来我只能自己再想办法了。公子，姑娘放心吧，已经请他们回去了。杜若是大理寺的总捕头，又是个倔驴，一个灵书就能把他轻易打发了。莫倾城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回去吧，
等等。你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对吧？如一轮皎洁月光，爱情里。